过来了。嗯。啊，您是龙浦过来的啊？嗯、对对对。行，坐这儿吧，坐这儿，先给你泡上一个哈。行，先帮你先弄了哈。行，先一个一个弄。下一。清水还有什么呢？清水就行。这个不疼这个。疼。哎。疼。疼吗？扎进去了。扎进去了已经。坚持一下，还没有破。这个指甲是卷的太厉害了。对。嗯。我这两天都没敢穿工装，没敢穿皮鞋，一穿完了。是吧？没事了哈。嗯。你拖的时间有点久了。你去了呀？在哪扣的？刚扣，昨天刚扣，我今天肯定疼。在那个龙口扣的。对呀、啊，把肉给我扣烂了，给我扣全肉。能打麻药吗？打什么麻药的？我已经在这底下。找一个最好的角度，你看你这一块不是没有了吗？那地方要我硬拿那个指甲刀绞，硬拽了一下。你自己修哈，要不然你就给它大点剃了点，给它到一半咬咬牙给它薅出来，要不然你别动它了，要不然那留一块可遭罪了。哎呀，你看，发黄里边，它不是发黄、在这个角度看。有我们微信吗？有。啊，七十八。啊，等会儿啊，别别别别，别